Nyam tse jimbor tso dhan nying mi zhang, zonar monam jimbor nga gyab dhar. Pakir dhar ngam zan to shir ma to, tumba tuk je jan la zhang tsir lo. Jinti woman, jang, chuan tong wan hua dang zhong de xiao jin, shen zai zhi you 十几篇，就是今天是讲的第八章。为什么要讲孝敬呢？前一段时间也稍微跟大家讲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应该是现代文化与古文化，传统文化之间呢，也有很大的鸿沟。 然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呢，也在交融当中，但是也有很多的冲突，还有宗教思想跟这个科学，历年呢也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呢，人们都往往就是存在于各种矛盾交织的。 这样的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个思想领域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只设一个，只去一个，就没办法全部融会贯通，东文化和西方文化呢就是不能这个融合，古文化跟这个现代文化呢也不融合，那么这个宗教思想跟这个科学理念呢也。 没办法，就是一起来，就用在生活当中，用在修行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可能现代人呢，有些是一直是认为要，坚守住这个古文化，不能改变，不能顺时代；有些呢，完全是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而这个，就变化。 就没办法，就是顾及到其他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以学习的态度看看，不管是我们在座的很多出家人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可能，现场的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接受的这些这个在家人的话呢，我们都可能要思考，思考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来解决很多问题。 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矛盾的问题呢，就是通过学习呢，就是也能可以化解掉。我们内心呢，就是有时候是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是有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呢，就是通过这个学习呢，能解决。如果我们心里的戒打开了以后呢，其实生活呢，就是并不是那么难。现在不管是古人也好，现在。 人类的很多问题和痛苦呢，有一部分是确实是我们就无法这个直接对峙，有一部分呢，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茶是吧？贪污了。 幸好及时发现。所以有一部分痛苦的话呢，本来它不是什么痛苦，但是，就凭我们的这种分别念，一颗分别念，然后呢，就把它。 就做成一个痛苦，就是自己认为是痛苦，其实生活当中的，我看我们有些人呢，就非常伤心的、担心的，还有绝望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真的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往往都觉得就是过不了这个瓶颈，过不了这个坎，就一直这样的。所以，可能我们对这个东西方文化也好，就是那么宗教和这个科学之间的一些关系啊，就这些都是如果了解的话呢，应该是就很多问题就是可以就解决吧，尤其是作为一些修行人。
确实，在实践当中的很多难以这个解决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我也打出这些功能的，这个多么的大，讲的呢，对我那么的，哈哈，我呀，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要讲一些这个2000多年之前的。 这些文化呢，就是边学习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吧。那我们今天进阶着讲啊，进阶着讲什么呢？就是孝之章啊，就是这个以孝来，就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治理家庭。就是他用，当然这个孝呢，就是可能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有几种不同的啊，五种孝，就是用这个从广义上的孝来理解。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认为，所谓的孝呢，就是对父母态度好一点，就是有些人的，就给我也讲，哎呦，我不用听那个什么孝敬，就是我对父母挺好的，就是所以，他们好像是自己认为是自己对孝的这种，道理呢，就是理解的，其实呢。 他如果学习的话，那就是认为是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是有限的啊。就是因为真理的孝呢，不仅仅是对这个双亲就是比较孝顺，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子曰啊，就是他那个举这样说的，就昔者明王，至以孝之天下也，不甘。 以孝国之臣，而宽于公，后伯子难乎，故得亡国之心，以失其先王。他这里是首先，他有几种不同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当时孔子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昔日就古代的话呢，就是这些。 明王，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天子啊，就是像中央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国王也好，最高的这个明王的话呢，他是以什么样呢？就是以这个孝道来治理，就是整个的天下啊，就是当时因为像中国的话呢，就是他没有包括像这个六国啊，就是后来的很多的各种。 民族呢，就是他还没有这个统治的时候嘛，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治理天下，就是他当时的治理天下的话，也许可能也是这个亚洲，就是现在的可能这个当时，这个他们这个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吧。那么他要做这个治理天下的话呢？ 他要治理天下的话呢，就是不干啊，就是不管这个以往或者是不干以前这个，这个很小的那些诸侯国的这个君臣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国家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诸侯国啊，就是就像现在的一些圣啊、士啊，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那真正的一个明君，真正的一个国王的话呢，就是他。 非常真诚的啊，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小的国家呢，就是都不会这个小看的，不会轻视的啊。就有些小国的一个领导，就是小国的一些大臣或者是君臣，就是来就是承办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他不会这个轻慧的，不会呢就蔑视的。 那更何况说，就是其他的，就所谓的这个什么公爵啊、侯爵啊、伯爵啊，还有这个子爵、男爵，就是这个公侯伯子男啊，就是也就是说，就现在好像那个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吧，就是他们也是，就现在也存在着就是这样的一种爵位吧，哎，就是他这里的爵呢，就是相当于是，可能现在的。 比如说公爵是最高的，就是然后呢，就是侯爵啊、伯爵啊，就是他次第的，就是男爵是应该是他们五种爵位当中是最低的，就相当于是现在的所谓的什么这个县长啊、州长啊，还有这个市长啊、省长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很小的一个国家的，就是从现在的一些君臣，就很小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君臣，比如说是一个就是村长。
这样的这种爵位，当然这些爵的话呢，就是他不干这个亲事的话呢，那更何况说是就是一层一层最高的这些领导呢，他都不会，不会呢，就是对他们这个亲事的。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制度吧，就是制度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好像现在这个英国啊，就是有些包括这个意大利、澳大利亚是意大利吧，就是那他们的话呢，就是以前也是，据说是也这五个爵位都有，就是包括现在英国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律皇，就是过来以后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他们的这个公爵呢，有什么这个上中下，就是也有这样的。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场合当中呢，就是他们的那个爵位呢，就还是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分配，可能是以前的一些国王国家，就是这些都有，就是那么。 那这样的这种这个爵位，当然这些爵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在男士的一些这个地位方面的一种这个差别啊，就是那么，意思，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呢，就是不管是你治理天下也好，治理这个国家也好，治理家庭的话呢，往往就是不能对那个自己卑下的、自己低下的这些人呢，就是要这个亲视亲面啊，就是一定要按照我们佛教的观点，就是以慈悲心和平等心来这个维护他们，就关照他们，就这就是我们今天孝敬的这个理念。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也好，或者说是我们人们的一些做法的话，那是不是这样呢？也许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就是越来越对这个上对上者呢，就是大家有特别的攻击呢，啊，就是对他的一种称视啊，就这些都原因，但是越来越。 这个地下的人啊，就是不管是他的这个，经济实力也好，或者说是人的这个长相也好、地位也好、名声也好，什么都没有的人呢，在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很多人的就是就蔑视的，就是就完全是，不看着这个一个人啊，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如果他的这个上层的领导来的时候呢，那他的这个。 表情啊、言事啊、态度啊，就完全都是不同的啊。然后，如果他之下的，尤其是这个身份比较这个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啊，就包括我们，什么这个平时借住的过程当中呢，也人们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现实。比如说，一般平等的一个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对他的态度就是不是那么好。如果说是这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人，有一定财富的人，有一定富报的人的话呢，哇，就原来你就是那样，就然后马上就是这个表情就变了，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人的一种做法。但实际上呢，我们通过这个孝敬的这种观点。 来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天子啊，就是全世界的，也就是说是天下的这个人要如果治理的话呢，他也是对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诸侯国的一般的一个君臣来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就是对他就是蔑视，所以呢，我们可能。 我们没有这个福报也好，能力就是治理天下，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会遇到就是我比我们，就是各方面啊，就应该弱小的这弱小的人吧。这种人呢，就是经常就是会借助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就是学习的这一堂课呢，看看那个大家吧，就是能否那个以后就是要关心他们，对吧？就是因为有些这个弱小的这个人呢，就是一般。 在整个天下呢，就是关心他们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就是说实在的，这个是非常少的。那么作为佛教的这种理念的话呢，应该这就是需要我们去这个精神上也好、物质上也好救护他们的啊，就是这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 对这样的不轻慢的话，那就是那么得到就是万国之欢喜，就是那么就是获得了什么呢？就是非常多的啊，就是这个国家就诸侯国的这个人们的这种这个欢喜心。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呢，他可以呢就是啊这个筑基整个这个先王的这种这个宗庙啊，就是他，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作为这个天子的话呢，他以后的这个。
就是也就是说，他的宗庙也好，他的这个先君，就是他以前那个已经过世的，就是这些先王的这个他的这个继承，就是或者说是对他的这种祭祀呢，就是很重视的。如果呢，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就是有人就是去这个参与啊，就是去这个。 供养供给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明这个先王呢，就是他后继有人，就是他的这个事业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发达。如果他的这个先君的这种这个所有的这些牌位也好、宗庙呢，没有人关照，没有人这个注记的话呢，那就是说明这个君主啊，就是这个君主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希望。就是所以他的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对下任对所有的 这个人心呢，就是要应该维护，关爱他们，就是也不能以自己的这种这个，因为作为一个天下治理的一个明君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他有很大的这种这个傲慢心吧，就是但是这样的这个傲慢心呢，就是不但是自己得不到利益，就是反而呢，就是将可能自己的这个官位啊，就是各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损害的。 以前那个孟婆仁波切也是说过吧，就是前部阿里杰的续集，阿里杰的门呐，啊，拉布仁子，傲慢兵阿里杰，不是前部阿里杰，这就是阿里杰的门呐，拉布仁子，傲慢兵阿里杰的续集，阿里杰有那根基呢，好像怎么讲的，就是说是大师傲慢何必要，如无傲慢更庄严。 就是大的一些人物呢，就是没有傲慢就是很好的，没有傲慢的话更庄严的。你这傲慢又何用？如有傲慢，什么众人气，就是或者说是更受辱，就是说，如果这个自己很恶劣的人，你就傲慢的话，那就是就没有什么用的。 很多人都是可能会更加这个歧视你，更加就是看不起，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就是傲慢的话呢，就是也其实不好的，就是他没有傲慢是大家都更能接受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下劣的人，你就傲慢的话呢，那就很多人也是更接受不了的。 就这是孟婆仁波切也是这样的吧，所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的确，身份就是比较高的，就是有些人是更接近、更是平易近人的，反而没有什么功德的、没有什么才华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跟他说话也好、接触交往的话，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以前有一本书里面就是说是那个南非总统曼德拉，就是他呢应该在90年代的。 刚这个前面呢，就是为了他们的民族的这种这个复兴呢，就是灌了这个20多年的监狱。后来他到那个中统的时候呢，大概96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呢，他当时是中统官位，就是应该是就年龄很高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就是跟他这个约事件，就是跟政府合作的有些事情。但约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的，他的整个态度呢，就是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官员的完全不同的，就是当时呢。 就是在上午的时候，就是大概10点半的时候，跟他这个约，而且约的时候呢，他亲自过来到停车的地方来接他，然后跟他讲讲讲，就是最后吃饭的时候呢，他问你的司机在哪里，他说司机在车里面，然后他没有想到，就是中统先生他自己呢，就是马上轻快的去到这个司机的这个车那里，就是就轻轻的，就是敲他，就然后那个司机呢，就是把那个窗户摇下来，一看呢，就是中统说是你，就。 就打扰你了，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用餐？就是他这种语气，然后呢，就是那个司机喊过来，就是他们一起用餐之后的话，他还要接送，就是这是对他们的这个企业家也好，司机也好，就是非常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呢，说明就是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也是像一个总统，当时他年龄也是应该是78岁，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对别人的这种这个态度吧，就是态度，可能我们一般的一些小的这个领导啊，就是有一些的话呢，他们摆的架子就是完全都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是。
就他的领导没有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般是这样的。然后他的领导来了以后呢，就马上就非常轻快，就是就有些我们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包括佛教界当中呢也是这样的。有些我们经常就是看到的，可能别人看到我们也是，也许是这样的，就是看到一些各系也好，看到一些堪布也好，有些法师也好，韩传佛教、南传佛教，有些好像南传佛教的好一点，南传佛教的很多法师是确实有些，特别是一些老法师，就是特别就是就不管什么样，好像一看的是性相续当中没有什么傲慢的，就是特别就是顺这个。那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和韩传佛教呢，在这方面就是有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话，那就是一直在一个其实坐在一个什么凳子啊发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个心如果没有功德的话，光是一个木头做的或者铁皮做的发坐呢也没什么，就是这不是什么他的功德更。但是呢他一上来就觉得特别了不起，就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当然有时候是为了我们这个法的一些尊重呢，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是什么所谓的法座啊的座位，这些不是说不需要的。但是呢随着那个这种高座而产生傲慢心的话，那就是这个对众生也好，对个人可能没有什么这个利益的啊，就没有什么利益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个法师们的话，那就是也要这个希望啊，就是你们是年轻人，就是以后的话，那就是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就是别人呢就是对你这个尊敬，那越来越尊敬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要这个傲慢也没有什么。我那天也讲了，就是我说我自己的话呢，有时候不知道别人看的是什么，但自己内心当中的话呢也觉得确实是没有什么傲慢。因为傲慢的话呢，因为自己知道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嘛啊，就是不管是从这个支配你也好，三学的功德那方面的话，那就是我没有这个超生人，没有超人的话呢，那我相信当中有什么可傲慢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应该是就是不傲慢的，就是损别人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可能就是也是很重要的。而这不是假装的，就是有些是不就故意假装，就是自己就没有傲慢心啊，就是别人面前呢就是显得很亲切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多如一种变。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什么呢，就是天子啊，就是天子的话呢，就是他对所有的这些领导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顺，尤其是他对最低下的这个领导，官位最小的话呢，他都非常热情接待。我都以前遇到过一些所谓的一些领导，就是他完全他的态度都不同的，就是对，尤其是对一般的这个普通的人，不管你是宗教人士也好，更加的这种关心，就是就倾听，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就苦难也好，就是这些就完全都能接受，就是这就是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呢，这叫做是政治家。就是所谓的政治家呢，不一定是写一本书啊，就是自己好像在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是光是对看你两三本书的，我就是研究，就是其实研究也不叫这样的，就是所以这不叫政治家，这不叫这个研究，真正的政治家和真正的研究员的话呢，其实古人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的。真正得到民心的，而且得到民心呢，他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像这个关心，就是弱势群体，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可以叫这个政治家。那么下面是就是这是第一层意思啊，就是这个就是田子，就是他对那个就比较下等人的这种态度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下面就是应该是这个是这个诸侯啊，就是就是那么他的这个一治国者不敢如与冠寡科而匡与市民户。故得民心，故得百姓之欢喜，以使其先君啊。下面是以这个诸侯啊，就是他这个以这个孝道来这个治国，就是前面是他是治理国家，就刚才前面是治理天下，那他这个治理天下、治理国家的话呢，他不敢这个侮辱啊，就是侵辱，他不敢这个侮辱和侵辱什么呢？就是冠寡，就是冠是指的是好像没有那个妻子已经这个死了的，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叫做冠夫啊，就是然后寡
那么这个妻子的人呢，官妇好像现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用的比较少一点，就是那么实践当中呢，一般。 就比较可怜的贫穷的人呢，有四种人，就是一个是官妇，就是没有这个妻子，就是老伴儿已经死了的，就是那个人，然后有些人就是那个照片，就是这是我的老伴儿，你要嫁娶，就所以就是照片已经就老伴儿已经变成照片了的。 这种叫做是官妇啊，就是没有，没有这个，什么女老伴的，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官妇啊，就是寡妇，就是寡妇大家都知道，就是，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孤儿，就是没有父亲和没有母亲的，就是叫做孤啊，就是孤儿，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孤寡，就是没有这个父母呢，就是没有孩子的，就是叫孤寡老人，就是孤独度吧，就是。 官固度寡，就是他以前的话呢，就是官固度寡，就是四种人吧，就是官寡，还有这个度，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这个孤儿，就是孤啊，就是这四个字叫做四种贫穷者。应该我们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在每个国家来讲，应该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可怜的吧。 比如说，一家人就是他，可能离婚了的这些人呢，在生活上有一点的压力，然后尤其是他自己的这个家属死了的话呢，那这个心灵的打击也好，生活上的话呢，就没有那个，就没有这个伙伴了，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合作对象没有了，就是所以说，也是一种痛苦，就是作为在家人而言的话，然后如果这个孩子没有。 父母的话，那就是那么确实他们的这种生活呢也是很痛苦的。就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孤儿的话，那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他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艰难的。然后父母没有人照顾，就是也就是说孤独的人，那么他们呢也是很可怜的，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这种这个孩子啊，就是死了也好，就是不利也好，凡是这样的。现在好像这样的孤独的城市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四种人呢，就是作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呢，他不敢这个轻易，他呢就是不但不侮辱，而且呢就是他注重的对象呢，他注重的这个扶贫的对象，注重的就是对他们这个关爱也好，就是慈爱也好，还要这个这样的这种对境呢，就是作为这些这个贫困啊，就是贫困户，就是这些人。 如果他非常重视就这种人吧，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现在学校啊，就是这些的话呢，也主要受一些这个单亲家庭的孤儿的这些的话呢，其实很重要的。我们那个学校一直这个多年以来的话呢，就是大家关心，就是看有没有父母。如果两个父母没有孤儿的话，那我们也注重的这个收这些学生，给他们给一些学费啊。如果只有了这个父亲，或者是只有一个母亲单亲的话呢，也毕竟是这个。 作为一个孩子，不管是他心里也好，生活上还是有困难的。就所以，我们注重的也是帮助他们。就我们很多基金会也好，学校也好，就这些是，我也经常就是听到，就是你家里什么样的，他说是，哦，我这个家里就是没有父亲，就是有些时候没有母亲。 这样的话呢，就是还是就是哇，那肯定是比较有困难的，就是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我们每年就是就助学的时候呢，都发现得到，就是有些这个父母的话没有死，但是呢，就是基本上死了一样的。以前有一个女孩子的给我说了，就是我的父亲早就死了，就是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学位？我认为是真的，已经那个他的父亲就死了。就后来呢，过了那个。 就是1年多的时候呢，我听说是那个人是有父亲的，我就跟他说，就是你不是说是有父亲吗？他说我不敢说，我待会给你发一个信息。然后他给我发信息说的，虽然我的父亲在，但从来不理妈妈和我们两个，所以在我的眼里是他早就死了。
吉祥和不吉祥呢，一方面是我们有人为的，一方面呢就是有大自然的。大自然的话呢，就是天和地，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呢，就是从可能尤其是中国文革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像以前的这些传统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是一种迷信，就是到后来呢，就是政策恢复之后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有一部分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宗教人士的话呢，觉得是这以前的所有的这些过。
文化呢，并不是全是密信的。当然，里面有一些的话呢，因为时间太久了，当时也有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呢，就是可能在一些文献当中，就是所以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但部分呢，就是确实是以这个科学来可以这个印证的，以宗教来可以认证的，以可以我们人的这个平时的一些生活呢，就是有阴和这个暗，就是应该有阴暗的，也有一些这个光明的。那么阴暗的部分呢，古人的智慧呢，应该挖掘的。就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我们不能统统的全部都就抛弃。但是呢，基本上都没有。就是以前好像那个汉帝也是在那个自己的这种每一家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什么父亲的父亲呢，就是一直有很多的这种牌位啊，就是包括就是这个自己的屋子里面就是专门就是有一些这个祖先的这种这个就祖先的一些这个铺吧，就是这个这些呢一直放着的。但现在呢，好像香港啊，就是有个别地方的话呢，就是还是保留一部分，就是有一些传统。那他们有一些子孙这个儿女的话呢，就是对整个自己的什么爷爷的爷爷啊，就是一直这方面呢，他们还是很关注，就是有时候就经常去忏悔啊、烧香啊、供灯啊，就是有不同的。但这些呢，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它是一种这个迷信的，就是确实是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神秘的科学吧。就是这一点，就是有很多西方科学家也在这个研究之中。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君主啊，就是他呢如果就是对所有的这些人呢就是很好的话呢，那他自己的这个继承王位也好，就是作为诸侯国呢，这些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整个老百姓的话呢，就是心里也很欢喜，就是也是过得非常这个快乐的生活。摩诃仁波切在君主教言论当中也讲了，君主善护眷属中，眷属用的必君主。如果君主呢，就是特别善于拥护这个眷属，所有百姓的心的话呢，那么百姓也是对他非常好。那么同时使得祝全国充满幸福与安宁，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整个这个上下这个全国上下，那么所有的这个人们呢，就是过得这个幸福美满、这个安宁的这种生活，就是这是其实老百姓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和他的这个关系。如果这个君主呢，就是对老百姓就是非常好的话呢，那老百姓对他呢，就是也是非常好的啊。就这两个是完全是一种这个就冠带的啊，就冠带的。就是所以呢，比如说我们一棵树呢，就是它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茂盛的话呢，那么这里这个眷属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废气呢，自然而然就是积聚在上面。如果这棵树呢，就是什么这个叶子鲜花过时全部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这个这种飞鸟呢，就是不可能就是接近的啊，就是应该是也有这样的吧。同样的道理，就是那么作为一个主人呢，就是对他的周围的眷属啊关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有些人这是一个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就无所谓的，那这种态度的话呢，可能就是越来越就是得不到这个民心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逐渐，尤其是现在呢，全世界都是还是对这个接近于是一种民族方面的吧。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有些这个领导的话呢，就是他不管是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么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国君的话呢，各个都有各自的方式来就是关心这个民众呢，也有一定的原因。那么这是第二层意思啊，就是第二层意思呢，就是刚才这个诸侯国他怎么样对那个下面的老百姓就是如何的就是关心，就是那么从应该就是这个官夫寡妇开始，就是孤寡老人开始，那么这个孤儿院开始，就是应该关心，就是这个是我们也希望以后那个自己是不一定变成这个诸侯国的这个大这个国王啊，但是呢自己在任何这个场合当中的话呢，我们身边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那天的是好像有一次有一个道友啊，就是当时给我也是请求了一些他入办的一些事情，当时我本来想是关心，但是
因为就是正在监靠，就是就没有时间。但后来呢，就是好像可能法师也就是有时候可能没有关心得到，就是这一点呢，还是我就后来很长时间的想，也是这个道友后来也找不到，也不是不太认识，就是就看到以后的我认识，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些法师的话呢，就是希望这个对自己的班里面的这些人呢，就是也应该要关心，就是有些是这个，就是。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可怜的吧？啊，就是可怜的、可爱的，就是这些人，就是，那么这些人就是就有些法师挺好的，就是确实悲心很好的，就是比如说很多班不需要的这个人呢，他用自己的这种这个悲心呢，就是把他就是结束了，就是结束以后的话呢，自己也是后来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也许这个，因为有些人是已经。 病的不行了，有些人就是暂时那个心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些女性的话，那不知道就是两三天好像就好几天当中都是发疯的一样的，过一段时间完全正常了，就是就这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问题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就是真的我接触很多的就是那一段时间特别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班级的这个法师都不要，就是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也非常感激，我最可怜的时候那个法师已经接受了我，我一个。 一定要好好的供养他，就是，我们有些学校的老师也是这样的，有些学生呢，就是看，就是长得也是很难看的，然后，条件也不太好的，那么就是智慧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劣的，这些好多老师都不需要，就是，但是有些老师呢，他就有担当的责任吧，哎呦，这个谁都不要，我还是觉得是，如果他辍学很可怜的，我要把他那个收起来，就最后的话，那真的有些还是这个成才，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法师们呢，就是本身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对好的就是。 这个各方面有福报的，有智慧的，有长相的，有权利的，有就种种这个福报的人呢，大家都喜欢。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多人啊，孩子好漂亮啊！就如果这个孩子是凸唇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就谁都不愿意接触。就是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背信的人，就是应该尽量的担当。就是这个也许可能确实最后还是自己有一定的这种危险啊、困难啊，就是。 就我也看到有些法师呢，有时候觉得我们观念层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些，就这样那样的，就有点麻烦。但有时候的话呢，也是对那些谁都不要的这些可怜的人的话呢，要关心一下，也是很重要的。不然现在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呢，谁都就是不敢担当，就是害怕自己到时候就念累，就是好吧，害怕到时候自己呢就是受到一些这个千年以后呢，就自己就说不过去。不如呢，现在实践当中也是在全世界也有这样的嘛。哎呦，稍作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做的话，那不会有麻烦的。就是所以为呢，就是自己清白呢，什么都是不敢答应，什么都是不敢，就是包括我们有时候是做一些事情，就让领导批一下的话呢，他就根本就是就啊，就是你们跟那个人问一下，你们跟那个就一直这个推求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说明就是其实自己就是没有这种责任感，就是真正有责任感的话呢
这个支架者啊，就是不敢这个施予臣妾，而宽于妻子乎，啊，古德人行之，唤醒师，衣食其衣食其尽啊。 他这个是第三层意思。刚才是那个治天下，然后呢就是治国。现在呢就是治家，就是这个。那么以孝道来，就是这个治理，就是家庭的话，那就是什么样呢？啊，就是作为一个我们前面就是讲的什么这个卿大夫啊、士啊，就是还有这个庶人啊，就是这几副吧。这是一般普通人。那么他们没有什么国家的这种，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领导也不是。那么这个天下的这个全球的这种领导也不是，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这种卿大夫他们的话呢，他自己对。
自己的基层的一些这个可能领导，或者说是对这个家庭就是比较关心，就是那么他们要治理这个家庭的话，那是什么样呢？他们就是不干这个，就势力啊，就是不干就是势力什么呢？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臣妾啊，就是臣妾不是我们这个一些电影里面的所谓的这个电视里面的臣妾啊，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么这里的这个臣呢，就是一般是这个就是仆人啊，就是男仆人，然后妾 的话，那就是女的啊，就是仆女，就是这个在家里的话，那应该是在所有的古人的话，那就是古代的话，那都有这个家里有一些这样的，就尤其是富贵家人的话，那有男仆、女仆都有吧，就是那么，作为一个治理这个家人的话，那就是他对家里面的就是自己 这个亲人以外的，就是臣妾呢，那毕竟是外人，就而且他的地位也是很卑下的，对他们的话呢，就是不会势力的，就是对他们还是很尊重的啊。就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好像现在汉底就是男的那种佣人都比较少，就是女的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保姆啊、阿姨啊，就是有些我看到有些就家庭还是比较条件好一点的，就经常就是有这个阿姨，就是有些人对阿姨很好的，就是就说现在 阿姨吃饭喽，就好像啊，就自己做饭，就是然后让阿姨就是请阿姨吃饭，就是就有些我觉得，他阿姨还在睡懒觉，就是也有，也有这样的，真的有，就阿姨吃饭了，就首先那个就是有些就不 不介绍，就是自己家里其他的人，就是然后来了一些新的客人，这就是我们家里的阿姨，首先要介绍阿姨，好像国外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姆啊，就是阿姨，就是比较多阿姨，阿姨的话呢，叔叔怎么叫男的，他也称呼不同啊，就是他那个男的好像 像说菲律宾啊，就是这些的是，就是男的那个一些做服务员的，就是这种也比较多一点，也有其他国家也有。不过现在，以前藏地也有这就男仆女仆，就是都比较多。现在好像也不太多的，就是藏地包括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保姆的话呢，比较少，就是现在有条件的有些人的话呢也有，但作为一个自理家庭的人来讲呢， 就是他对这个家里的，就是这些男仆女仆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恭敬啊，对他们尊重啊，这样，那更何况说自己的什么这个妻子啊、儿女啊、子女啊，就这些都是更不用说了啊，就是对一般的这种这个家里的这种这些人的这样的话呢，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是他得到这个家里的这种人的这种欢喜心啊，那么以这样的这种诚实方法来，就是开始这个 恭敬自己的这个父母双亲啊，就是他这里好像这个刺呢，就是都古人好像用的，就是都是很对应的吧，啊，就是对应的，就而且，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目的都不相同的，就是如果这嫁的话呢，就是他得到了这个全家的这种这个和睦相处啊，就是就所有的对 在自己家当中的话，最下的最低下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也是如此的这种恭敬心的话呢，那就是其他人都更不用说了。就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也好，作为非佛教徒的话呢，其实家庭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细胞。如果这个家就是和和的话，那就万事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和和的，就是因此呢，我们对这个家人，就是本来这个家人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 可能也有这个好的这种姻缘，就是家人的话呢，也有不好的这个姻缘。以前就是，什么嘎达耶呢，就是说的一样，就帕夏扎像马拉德林恩罗扎沃邦德朗琼美秋伊，琼美秋伊日班恰库里秋拉嘎姆住。 当时嘎达耶呢，正在就是一家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家人的一些非常稀有的状况呢，就是让他有这种这个感叹吧，就是就说是这个吃父亲的肉，拍下子啊，像马拉的就大母亲的，然后那个前世恶缘的那个孩子呢，就是抱在这个怀里，然后这个妻子呢，就是吃这个丈夫的这个骨头啊，就是啃那个丈夫的骨头，那么轮回的这种 法呢，就是真实稀有，就是他就念了一个偈颂吧，就是偈颂。所以说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就是怎么会是
就是要吃这个父亲的肉，大母亲怎么会是，这个把敌人就是抱在这个怀里，怎么把这个，就是妻子吃那个啃那个这个丈夫的肉，可能有些人觉得是有点不可能吧，但实际上轮回的话那都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能一家人的话那，也是好的姻缘就是集聚在一起的，也许呢有些是有些一家人。 就是感情不好啊，就是一直是这个没完没了的。就昨天我在看一个小小的视频，两个就是也是老乡，就是一家人，就是一个藏族人，他们两个一直这个就是喋喋不休的，就是然后就开始吵起来了，就很好看。有些时候民间，好像现在电视里面也有这样的，有时候这个家里吵架，就是其实他们吵的没什么事情，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开始吵，就是吵的。 吵完了以后，人那个妻子准备打他，就是让那个时候好像视频就没有了，我很想看下去。家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现在那个可能很多人这个家庭不和的话，那就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治理这个家的话，那就是对色的好，就是对就可能有些对你不好的话，那就是不要把这个孝悌大作，就尽量的。 从和平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解决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有时候我们可能，确实就是，自己具有这个一些势力，包括现在时间当中的话，那自己有一点成功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对这个家人啊，对亲人啊，就这些的一点的事不会放在眼里，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纵然居住大事呢，业务尽失，与他人，就是门派仁波切也是在军规教练里面讲的吧，如能相应。 色素者，则正自己治圆满。就是，你即使你有很大的这个能力呢，最好不要轻怀别人啊。就是，如果你尽量用自卑心来色素的话呢，逐渐逐渐就是对自己还是很有好处的。有些非常成功的这些人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家庭呢，就是应该维护得很好，就是对上上下下的人呢，关系也是很好。 啊，就是无远上下，就是孤为和平，就是什么叫和平呢？对上对下就是没有这个仇怨，这就是和平。就是古人这样讲的嘛，就是无上下怨，就是没有对这个对上和对下没有什么这个怨恨啊。就我们认为是和平的话，好像整个世界就不战争，就是这个叫做是和平。其实和平呢，并不是这样的。就真正的和平的话呢，对这个家人，比如说我。 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的话，那我对那个父母也是关心很好的，我对那个兄弟姐妹也是关心很好的，这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能受得住自省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很多成功人士的话，那实际上是他们的这个行为当中呢，真的对外人也好，对内人就是都非常好，而且他们是非常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也可以说明的。我以前看过一本书里面，就是讲那个就是华人的那个叔父啊，李嘉诚，就是李嘉诚。 当时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还没有这个退休吧，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地产商啊，就是后来好像他也非常出名了，就是当时他没有那么出名的时候呢，就是跟他这个约的时候呢，他好像有几个人，那个时候跟他约的这个时间到了的时候呢，就是他去上电梯的时候，李嘉诚亲自就是上来就是已经这个在电梯门口已经这个等着的，然后等着。 以后呢，就是让他们就是进来，让他们进来以后，就对每个人的握手，然后他就对每个人就是凑钱，就是发个号，其实这个号呢，就是待会儿给他拍照片呐，然后吃饭呐，就是这些就是一起用的，而且那个时候是他76岁啊，就76岁的一个老人，然后他一起吃的时候呢，他一起说话的时候呢，完全的是对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能照顾得到，他一会儿呢，就是说一些英语，就是一会儿呢，就是说这个广东语，就是咣咣咣那个，咣咣咣咣就是。
就是光动，也就是这样。然后呢，就吃饭的时候，他就中午就是有事做，就是事做的话呢，每一做就是在大概是有这个十五分钟的时间，就是陪他们。最后他们会去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握手。然后呢，就是一直送到电梯门口，就是他是一个很细节的事情呢，就是说明，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话呢，他并不是因为高高在上而得到的，因为一个成功人士的话呢，他一个很细节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能照顾到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心，就是这是不管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也好，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一点一滴的，就是这样上来的。 我们有些人呢，可能是他只有喜欢的人呢，就是跟他接触，就是我个说，然后不喜欢的人呢，就是遇到哪里的时候呢，就马上就不理了，就走了，就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态度啊。确实，我们有时候人呢，就是比如说有三四个人就是在一起，我们有些佛教徒也是这样的。我经常看到，我经常我观察有时候身边的人还是我的这个眼睛还比较可以的，然后我看这个人形，他们是不是最关系不太好，然后我昨天我们这个开会议的时候呢，我看有一两个人的一种关系不太好，就是我故意叫就是坐在他身边，然后他就过来准备坐，然后一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不坐了，就是然后就坐在那边去了，就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呢，他们也会这样的，就说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关系比较好的人呢，啊，我坐在你身边啊，很好，关系不太好的呢。 就是就马上就是就你远远的，就是坐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我们人人心呢，就是有很多的自己做成疙瘩，就自己做成有一种，就是个例啊，就是这个例墙呢不是别人做的，自己做的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可能我们这个人心呢，有时候是确实也是比较可怕的吧，就是对家人也好，对什么，就是对这个其他人的话呢，应该从小小的，我们看起来这些是一个很简单的，也是一个事件吧。 但是这是从佛教层面来讲呢，就是平等所有的众生啊，就是尤其是对你不好的，对你就是有意见的人呢，更加就是用慈悲心来就是摄受他，就是这就是菩萨的一种勇气。那么这是讲什么？就是那么啊，就是下面就是说这个夫人故存则亲啊，即之贵相之，时以天下啊，就是那么这吧。先夫人的话呢，就是。 就父可能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吧，仍然是就这样啊，就是上面所说的，不管是天子也好，这个诸侯也好，就其他的这个，就是卿大夫啊，就是这些呢，就是对父母、对家人、对下等的人呢，就这样来，就是恭敬和孝顺的话呢，那么这个自己的这种父母呢，就是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啊，在住世兼在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亲安之，就是他们呢也非常开心，非常。 快乐，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做得非常好吧，就是这样的原因呢，他们活着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快乐。那么妻子贵相之，他们死了以后，就是那么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那啊，这个一般这个古人的话呢，当时那个就是人死了之后变成贵，就是所以他们就这个贵呢，就是也可以享用你的这种祭祀啊，就是当时古人好像像佛教的这个思想呢，也没有当时这个传入吧，就是所以一般就是现在。 都认为呢，就是人死了以后，包括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很多烧制啊，就这些是，就是你的那个祖先已经死了，就变成鬼，然后呢，就给他烧钱的时候，他能得到，就是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可以说这个鬼呢，不一定是所谓的我们称为的一种鬼吧。当时呢，就是认为就是灵魂是存在的，但是因为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就是它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说明，就是所以呢，。 其实，他这样的对父母，他健在的时候呢，你的孩子很成功呢。 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也是一种这个光荣啊，就是光荣。然后当他们死的时候呢，就是有人祭祀啊，就有人呢就是超度，就是可以说，那么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这个孝顺。所以古人的话呢，就是对人的这个健在也很关心的，但人死后呢还是关心的。所以孔子从这个层面的话呢，人死了以后就是并不是是就是完全就是如灯灭一样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他还有一种灵魂呢就是存在。
啊，见灵魂呢，我们如果对他就是进行祭祀的话呢，当然可能那个时候的古人祭祀呢，就是大多数的一些如来啊，就是什么就是这样那样的吧，就是那么这种这个祭祀，凡是他们认为是这个对人死后对他有一种这个意义的，当然这个呢，我以前也是讲过，我们现在。 啊，这个藏传佛教当中这一点做得很好。比如说你的父母死了，你的那个爷爷奶奶就是死了，那个时候呢，你想念他，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些超度的话呢，经常就是叫一些这个不一定很多，就是稍微表示一下，就是见到什么这个高僧大德也好，见到这个寺院里面的话，那就是做一点功德。但功德的时候，我原来讲如信论和前行的时候好像提过，但是后来也没有。比如说我的这个父母死的时候呢，每一个。 发会的时候，把这个父母的名字，就是然后写上，就是然后5块钱10块钱，就是叫到那个僧众那里，让他们超度的话呢，这个是对这个寺人是很有帮助的啊。还有，如果你就是如果名字不知道，比如说我这个父母当那个祖先，就是让所有这些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名字写上，然后写一个字条，就是我看我们藏地的话，那就是经常就是有时候是也有，就是把这个亡人的也好。 或者是需要加持的那个人的名字，就是写上也是很重要的。昨天的是有一个人说他有附体，就是他的好像弟弟还是哥哥，就是车祸而死了。从此之后的话呢，他身上一直是好像有一种鬼神。我说那个让他就是把名字写到我这里，然后我到时候呢就是也是念个经，就是不知道起不起到作用，但是对他的名字来讲的话呢，也是一种符号，就是对他人死了以后，如果变成了，就如果变成鬼也。 啊，僧也好，什么样的话呢？遗憾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会就是关注的，而且有些中阴身的话呢，他特别灵，就是我们平时二根不太好的人呢，就是死了以后，他二根就是非常好，就是。 这个人间眼睛不好的人呢，死了以后，他的那个中阴身的眼睛也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超度他，就这样的话，那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有时候我们所谓的鬼神不存在呢，就是也是一种瞎说，就是确实，比如说我们做噩梦也好，我们去一些这个非常可怕的西仙地也好，尤其是我们借助一些横死的，横死的话呢，他还是有一些这个四目在那里，就是，那么真正不一定是。 比如说你横死的这个人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人的附体的话呢，不一定是他的这个弟弟就真的，但是呢，当时横死就是制造。 制造这个让他死亡的那种鬼神的话，那就是有时候是以他的这种形象来经常干扰你，就是。那么你呢，就是因为心理分别念，就是一直认为可能我的弟弟、我的哥哥什么他来就是找我，就是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分别念呢。 鬼神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就是以他的心象来，我们有时候是，比如说我的亲人死了以后的话，那就是经常用那个死的那个人的这种形象来晚上这个，就经常做梦。其实那个人不一定是他，就是即使他的话呢，他的形象原来的全部都没有了，就是所以那个早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为什么你面前这样现象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些鬼神的话，那就是撞着他，就是来你，就因为你本身都是就没有真悟空性了，一直。 天天的四年的话呢，这种四年呢，就是跟那个鬼神就是照到一定的机会，所以如果就是遇到这些的时候呢，给他念一些观音心咒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做一些超度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鬼神呢，就是也马上就没有了，而且自己也动到，就是他不是真正的你，比如说我的某个这个横死的人呢，我经常梦的话呢，不是他，就是应该。 那个时候的与他有关的那个四圣呢，就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可能就干扰你，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以后吧，就是对你们的一些四人啊、亡人啊这些事，在寺院里面就是把名字叫上，然后呢，钱不一定很多的，就是就顺便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亡人是有利的，所以我们对人的话呢，就是生死还是很大，就非常大的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是自己也好，就是对其他人的话呢，都。 都还是要需要这样的啊，就是那么以这种方式来使这个天下和平呢，就是让整个天下呢就是和平的，然后灾祸呢，就是灾害就是不生啊，就是祸乱就是不作。如果你以上的这种孝顺的理念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这个天下的这个所有的这种人呢，就是获得了这个和平的。那么这个灾祸就是灾的话呢，一般这个天界啊，就是自然界的那个害的话呢，一般我们这个。
干旱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什么天灾人祸吧，就是那么这些呢，也是不算的。霍乱就是祸事，这里也是贵盛呢。他们的干扰也没有的，乱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整个下面的人，就是开始动乱呢，就是这些现象也是没有的，可以说是一种这个风调雨顺吧，就是整个这个齐国上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和平快乐啊，就是这种就是那么如果这个国王也好。 君主也好，对自己的家人就是非常好。那么人死了以后，对他们很好的去超度，就是也关心他们的这个灵魂，就是对我们经常说是对活人呢，就是抱有，就是对死人呢，就是超度，就是经常什么年纪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去经常说对活人，就是对活着的呢，就是要平安，就是对死亡的呢，就是要让他们就是就不要这个受苦，就是快乐，就是这样的。那么。 这样做呢，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我们以后也是应该这样想，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今天我的主要的内容呢，希望我们这个下面的人就是要关心他们，对吧？对上面的人都不用说，谁都会添那个领导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啊，驾驶品，就是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七个人的部门的话，那对领导当面是很好的，但背后的话那不一定，就是这个领导做的事情。 那就是下面的人一直议论纷纷的，这个自古以来这样的。但我觉得一些修行人的话呢，不要谈很多那个上上下下的过失吧，就是大家还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就是说一下，没有必要的时候呢，有些人的性格有这种惯性。当然，实践人的话呢，他们都是领导来的时候，啊，很想念你，领导，你来了，真的是这样。然后就一翻身一坐，就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他都能听得到的。哇，这个人就是说。 就态度都完全变了，而且领导的话呢，也经常就是对这个下属的人不关心，就是这样不好，就是故啊，明王治，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就是所以以上所讲到的这样的明王呢，以这个孝道来治这个天下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他就引用了一个教旨呢，四云，有绝德性，四国顺治。那么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句号，好像是大的意思，就是有这样的伟大的这种德性呢。 有这样的崇高的这个德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他整个这个四方的这个国家呢，就是都可以顺从啊，就是都不是以这个权以权压人，就是应该是以德服人，就是因为作为一个长官，作为一个君主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傲慢，就是非常这个随和啊，就是对所有的人呢，就是。 真正发自内心的很关心，就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负责人，不管是你是在家出家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就是你是一个小组也好，你是一个学会也好，你是一个寺院也好，你负责人的话，自己尽量的自己所借助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些百姓和眷属呢，就是要有一种这个责任感啊，就不要认为啊我高高在上，就是现在有些人是已经那个上了这个位置以后的话呢。 其实这些地位确实是无常的。你看，好像马来西亚的那个前总统的，是不是已经被抓了？就前一段时间，去年吧，韩国的那个女总统也是这个弹劾了嘛，就是现在好像判了20多年，是吧？就是有很多地位的是实践的这个，就成千上万的人，就是恭敬的这些人也是到最后没有地位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就是所以傲慢呢，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就是以前那个我们佛教界当中告诉。 圣达的像全智无故光尊者对整个佛教界有这么贡献的人都是没有，后来堪巴人很野蛮，就是从寺院里面开除了。开除的时候到了山下的时候，他不是写了一个那个誓嘛，就是我以前好像大概的翻译过嘛，就是像全智无故光尊者当时开除的话呢，那就我们其他人都是没办法了，就是但是呢，确实我们这个看到一些历史也是这样的，现实也是这样的，因此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地位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傲慢，就是萨迦班哲的也讲了，就是傲慢令人变无知，贪欲令人变无耻啊，就是如果贪心很重的话，没有害羞，就是然后如果傲慢心的话，就是很重的话，那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智慧了，没有智慧呢，啊什么如成亲思自卷普，则此成观。
就是定罪败，就是如果一个领导就是他经常轻蔑下面的这些人的话呢，那这个领导呢一定会是迟早就下台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对眷属对自己的这个百姓呢，就是如果用德行来维护的话呢，那这个领导的话呢就像是这个藏龙上天一样的，就是越来越上，就是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他自己也是让这个治理天下，就是非常有前途的。因此我们这个你越有功德的时候呢，越不傲慢，就是今天我要终结的话呢，就是前面有天子之孝，然后呢啊有这个什么这个诸侯就是诸侯之孝，还有呢就是这个卿大夫之孝三个孝吧，那么一个是这个治理天下，一个是治理国家，一个是治理家的，全部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要有傲慢，就尽量的岁岁你说这个相关的所有的人，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希望呢大家以慈悲心和平等心来维护众生，这一点大乘
Om Bandarangara Padmasadardham.